关于赔付的问题，公司已经正式启动理赔工作。我们将依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，充分尊重家属合理的诉求，与家属具体沟通方案的细节，制定理赔方案，确定统一的赔付标准。公司已组建专职的团队负责此次的理赔工作，面向家属设置开通了理赔专线，并按照家属就近就便的原则，主动与家属进行线上或线下的沟通协商。前期家属安抚工作人员也将协助开展赔付协商工作。